道就过江。这地方离这还挺远呢。过不去，这都搁铁杖挡着呢。你搁江边走，在这对岸那黑峡沟抓着的。那给你点奖金没有？那天不还上我这来吗？是28号了。这他妈的分局的公安的这家还往这来呢，我说你别往这来了，我说没在我这，我说他已经走了，我说那样北社的黑峡沟到无缝沟这仨地方有房，找不着他就走了，就没逮着，我说要逮着你到那样就抓着，那天9点多钟整整的到这嘎子，你船开到那就抓着，逮北社的逮南社的。在北社的，南社的。黑峡沟抓住的，就在我这对岸那小套里有仨房，俩彩钢房，一个砖瓦房。不是，那你有功啊？有功你当个屁！没给你点奖金呢？共产党屌你那个鸡巴事儿，你信啥？公检法，你根本就别信他们。净他妈胡说！那70万得整谁手里不知道啊？我都告到省了，省长你那个逼味儿，谁给你？都抓住了，谁屌你那个逼事儿？你提供线索，你给人做饭，光他妈焖了一大锅饭，他妈我买了10斤肉，他妈都给他熬上了。他那帮人不都炫了吗？给你点钱没？给他奶奶个逼，一分钱没给呀！看一箱罐头。你贵姓啊？我姓穆，我在这给他都给他妈视频都给他拍上了，现在还在我他妈手机里。那太不讲究了，我操！鸡巴共产党哪有鸡巴讲究？他还能跟你讲？那天松里分局招呼我说：“这你这个，给你这个，我不告了吗？材料整完的时候给你这报上去。”你说他咋报的？底下落款我签的名，顶上的名不是我。因为这钱你整出来，人家还能分你牵头的钱给了，都让松里分局这帮人贪了分了，交不上摊了。真不讲信，太讲理呢，不讲信。最公平，在世上就是死亡最公平，不管你岁数大岁数小，都得死，剩下哪有公平啊？你这憋老气了，我操！啊，那憋老气了，啥玩意儿？我操！白黑字说的哈，那是啊，那70万的呢？那不兑现。不是，你说咱不拿70万，你少给点儿，也意思。给我个3万2万的，对，我也不来气。再一个，你他妈的告到市长呢，人家没人屌你。你上吉林市公安局信访办，人说你这事太大，俺整不了。连门都不让你进呢！操你妈！那工公安什么他妈那个，吉林市公安局邢局长，还有那个古局长，那么都他妈指挥中心，这不都呲呲来吗？这个那的，操你妈！又排除，又他妈排将，又模拟的，我操过他妈去吧！请工他们都来能的了，这哎呀，逮着我操你妈！那工没逮着钱。我一天100来个电话，一回得接，操你妈！到最后抓住了，谁叼你呀、啊？一个电话都没有。这帮玩意儿，我操他妈！我跟他打过不是1年2年交到了。那你公安还有好？就他那帮玩意儿，那帮玩意儿没，你就趁早，你就别搭上他们。哦，把你那个船给偷走了。把我那小船偷走了。他这咋过来的呢？他搁那家过来的。他会游泳啊？游泳过来的？不是，那边有个尖嘴子丢了。哦，小船到王八山那吧，金龟岛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搁那过来的。那汉燕，他上汉燕给船推江里，船漂哪？漂大庙底下去了。溜这边过，我这嘎有两个大狼狗，他没进来我院。那工18号那天，他17号过来，18号那天我就逮着呢，正好有个事儿，有个案子在丰满执行厅法院。23年了，打赢官司就不给执行，完了我就那天上那去了。他看一插黑，他搁那边过来推我船就跑了，过的江，完给船放了。我船在哪找的？在蛟河找的。蛟那么远？那，你提公安，你就是报案了。你说你船丢了，正常丢了，谁给你找啊？公安给你找，给你他妈找船呢？那不扯鸡巴蛋呢吗？但是你这线索绝对有用。你
都说那有屁用，有用哼。最后谁叼你那鸡巴事儿？你知道他跑41天，他们得花多少？花老钱了，那警察也遭吃喝拉撒睡的，也遭老罪了，大冬天的。谁呀？警察呗。着他妈的逼！他就干那个工，干那个工作的，知道不？我要干那工作，我遭罪，我愿意，国家财政给开支，他妈咔。